是啊，广播电台中埔九六七三八一四三一零一五九三，今晚为你进行的是每天下晡三点二十分的空中跟你做伴的余光好时光的节目，我是真。来今仔日哦，来到咱一百空八年正月十六号哦，咱这几天的节目当中都邀请到达人来介绍。咱过年嘛在搞嘛，两个礼拜了后，过年都要来啊，是要看年菜，或者是买一寡礼物要送互人诶，要安怎去买到这大班诶物件吼？咱今仔日共款邀请到咱重量级诶来宾哦，来跟我们介绍，这时阵要去倒买好诶年菜，啊，搁有好诶礼盒，大班诶礼盒会当送互咱诶好朋友，安尼较大班哦。那你今天邀请到的又是哪一位来宾呢？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的左手边。猪年到，好运到。渔业广播电台的听众们，大家好，我是高雄区域会总干事黄昭清。你若是过年的年菜还没有订，春节的礼盒还没有买，或者是不知道要去哪里买，今天的节目中就让我来告诉你。哇，对，这就是咱的高雄区议会总干事黄昭清总干事来到节目当中，来带我们一同来认识，来拍卖他们的渔会那。渔会的年节礼盒哦，来为大家进行的是最狂拍卖员的单元。欢迎来到渔业电台百货公司。不管你是要买上新的捧果、上大台电视，或者是上盖好耍的电动，阮家吼通通都没有啦。什么都没有？安尼到底这间百货公司是咧卖什么哇哥？家务。每一个人对故乡土地的热情，对友善环境的坚持，对理想的追求，也还有对厝内底长辈的疼惜。卖茶讲茶香，卖花讲花红。想要知影葫芦内到底是卖什么药，请准时收听企业广播电台。俩讲拍卖员，最狂拍卖员。来到节目现场哦，我们今天节目现场相当开心，邀请到我们高雄区渔会的总干事黄昭清总干事来到节目当中，先跟我们听众朋友还有我们脸书上面收看我们直播的观众朋友粉友一起来打个招呼。好，听众朋友、观众朋友，还有主持人怡真啊，大家好。总干事好哦，咱其实咱去啊广播电台这个礼拜哦的邀请到咱。做者区议会来介绍，其实拢有做者过年期间来推荐他们当地最先或者是用心处理过制造出来的加工品哦。那今仔日邀请总干事来嘛是赶快哦，咱今仔日吼在直播的现场已经阵阵香味扑鼻了。但呢，我们先保留一下哦，这个等一下再请总干事帮我们好好介绍。好，那总干事吼，我们今天其实两礼拜以来都要过年啊嘛。那不知道咱伫高雄区议会家所属的渔民朋友，在过年期间吼，过年都是怎么样子啊？其实大概要从过年前一个月左右开始，大家都很忙碌了，因为前阵是高雄地区也是南部地区很大的一个渔港，也是渔产品的这个贩售中心，所以几乎啊我的同事啊朋友啊亲戚啊，只要过年一到的时候就开始会打电话，壮美，那个什么东西要在哪里买啊？大虾子要在哪里买？干贝要在哪里买？生鱼片要在哪里买？所以啊，我的很多同事。是跟我一样，我们在过年之前都是在忙着帮别人订年货。哦，因为咱过年吼，就是感觉讲爱有鱼啊嘛，对，也有吉祥的意思，对，所以总看不出的。过年进前拢无拢会无用济哦。其实也不是只有总干事而已啦，其实每个几乎在我的工作周遭的同事哈，大家都会有这样的一个。被要求你渔港那边有什么好吃的？因为年年有余总是这个吉祥话嘛，然后而且我们这个海鲜又是这个没有负担的这样的一个食品，所以很多亲戚朋友都很喜欢这样的一个来询问说啊，什么鱼啊，上好吃啦，啊，都有那些大虾啦，啊，什么有干贝无，啊，有鲍鱼无，那所以哈，我们就一直在应付这些事情。无，这是总干事的专业哦，因为你是在地。到底去回家嘛？所以你整天都
一年四季都是在处理渔业相关的事情。那这年节到了，大家都会问说啊，你伫休会大，什么上亲，什么今麦买上好，报你的名敢有折扣？这哎，我们的春掉了，就是春到了哦，春到了，春到了，春到了。是那哎，就是总干事那渔会的朋友们都会遇到这个哎亲朋好友们的要求嘛，对不对？那这个要求的时候。刚是有一个想法说，哎，咱的渔会来推出一个想法，让服务这些需要的朋友咧。对，所以我就跟我们这个推广部的这个主任说啊，既然大家都你每年都在办团购，那义务性的团购，那这次我们来做大一点，那把这个团购，除了我们自己本身的同仁之外，我们也向我们的所有的周遭的亲友，向不特定的大众，我们来推销一下。是，所以啊，给你都，这个做法从什么时候开始的？我们大概从半年前就开始在筹备这个事情，那所以我们想想，过年的时候可能因为现在不会料理的年轻人也蛮多的，所以我们准备了这个已经熟食的这个年菜。那喜欢料理的人也占了一部分，所以我们也有一些冷冻生鲜的食品可以供他来选择。那我们就往这两个方向来走。那另外还有一个部分就是说，过年嘛，总是要回娘家啦，或者是拜访亲友要送个礼啊。那这个年节的礼盒也必须要去推。那所以这三个方向就是我们今天今年的主轴。是，哎，在阿吉尼这里是第一道安尼做吗？是哦，安尼咱最后都钓起啊，刚好没有，因为前镇渔港哈，其实是一个远洋的渔港，那它最主要的都是那种远洋大型的大宗渔货，所以像那个一尾六七十公斤的尾鱼，几百公斤的旗鱼，还有这个数量很多的这些鱿鱼，这些不是一般的家庭能够去料理的。那所以一般民众对前镇渔港就会感觉到陌生，因为他不可能来买一尾尾鱼回去吃。那所以说，我们就说这个部分的话，我们必须要克服我们前镇渔港。我们虽然是远洋的这个渔港，但是我们有很多的在地的这个特色，所以我们就去发掘出来。那其实高雄区域会辖属的地区，我们最主要还有在旗津地区的渔民。那在旗津中州的话呢，我们有两个非常有一些非常有名的这个海鲜餐厅，可以说是不要说假日人山人海，那个平常日就是络绎不绝了。那所以我们就请同事去接洽这些海鲜餐厅哈，那看看他们最有名的特色菜是什么，然后我们把它组合起来，来推出一个我们的这个高雄区域会的年菜。礼盒，然后让观众吃的健康，吃的便宜，又有这个地方的特色。是，这就是咱高雄区议会所把关、精心挑选出来的年菜咯。哎，其实总干事讲的这吼，我冇这种困扰，因为大家拢知影咱伫鱼港边嘛，镇定鱼港家。啊，我朋友们讲，哎，我要去你遐佚佗，啊，你要请我食啥？我讲，这敢有冷冻的鸟？你是要食生鱼片还是啥物吗？就是这种困扰，其实总干事还有渔会这边都有发现的嘛，对不对？那今年都咱有推出，像刚刚讲的，喜欢料理的人有特别为他们服务的海鲜的组合，自己家里回家宠嘛，吼。对。那另外一个。今天哦，就是在我们旁边一直飘来香气的这个，就是春节的年菜，对不？是。哎，刚刚总干事帮我介绍一下呢。好啊，那个我们今年哈，事实上跟这个餐厅，因为好像不能打广告，所以那个餐厅的名称我就不讲了哈。好不对。那但是呢，我们跟这个餐厅研究很久，我们就说第一个。我们知道，我们去一般在外面吃海鲜是比较贵的，对啊，那所以说，但是太贵的话，对观众朋友没有吸引力，那我们就要求说，老板，你今年就跟我配合一次，你也做成本的，我也不赚，我们就互相做成本的来推广口碑，这样就好了。那其实那老板也非常非常的慷慨啊，他说好，我们今年就让来合作一次试试看，所以他把他店里面的招牌名菜通通摆出来了，所以我们这个年菜礼盒里面呢，包含了有佛跳墙，然后有这个鲍鱼乌骨鸡汤，那还有这个樱花虾的鳗鱼米糕，那还有这个糖醋石斑鱼，还有我们过年一定要有这个芦笋的这个
卡口，整块卡口，那还有这个药膳醉虾。那今天哈，那个我也特别拜托老板哈，才带来一个这个海鲜鱼翅羹啊，因为我们知道哈，这个年年有余哈，在海鲜鱼翅羹在一个这个年菜的那个分量里面，喝上一碗热乎乎的汤哈，是相当有年味的哈。所以这个就是我们今天准备的这个年菜的这个组合。是，哎呀，刚总干事介绍这一套有没有它的一个组合吉祥的名称嘞？有，这个组合呢，我们叫做“富贵有余吉祥年菜礼盒”。富贵有余吉祥年菜礼盒，那我们现在就来起身来看看我们身旁的这个，很香很香的这个年菜哦。我们请总干事来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好，那我们看到，首先要来看到的是，总干事要先怎么介绍？要先来看到的是哪一项呢？好，那我们就依序来好了。是，基本上哈，因为年年有余，这个是我们一定要有的这个部分，所以老板特别精心挑了这个石斑鱼哈，然后做成这个糖醋的这个口味，让这个年年有余，这一定是必要的一个年菜。然后第二个呢，这是我们的重头戏啊，这个是我们的这个鲍鱼啊，山药乌骨鸡汤。好，那这个部分的话，老板精心的挑选哈，这个鲍鱼的这个个体都个头都还算蛮大的哈。那我相信吃到的人一定会说赞了哈。那另外就是我们这个醉虾。醉虾的这个部分哈，这个老板他所挑选的这个药膳，还有所调制的口味哈，我们其实同仁都有去试过，大家都觉得蛮好的，所以我们才开始来介绍来推荐这样的一个食品。那另外的鳗鱼的部分啊，这是红烧鳗、蒲烧鳗的部分哈，那也是相当的这个美味可口。那还有这个必须要吃饱饱啊，每年过年菜的时候一定要吃饱饱。那这个是我们的这个樱花虾米糕哈。那还有这个佛跳墙也是哈。那这个是另外单点的年菜，因为我个人特别的喜欢，所以我就拜托老板务必要把它端上来，因为我每次到他们店里面，大概这个我都会特别再额外的订一个啊，所以相当好吃哈。这是我们的这个那个海鲜羹，那这个部分我个人是相当的推荐。是总干事你讲的这是海鲜羹吗？是的，是的。啊，里底有啥咪料嘞？哦，虾仁，还有这个虾仁鱼皮，然后那个就我嘛无啥要讲，我改了价呢。反正就是推荐这。嘿啦，因为我刚刚好这个东西，它就是把所有的海鲜，这里放一样，那里放一样。那我觉得，一次可以吃到这么多的海鲜哈，真的是非常好的一个事情。那尤其是它那个鱼皮啊，胶原蛋白还蛮多的，吃的还 QQ 的。说真的，你如果把它隔夜冷冻的话，你会看到上面咚咚。真的还是会有 Q 弹的那种感觉哦，接里这样子，有胶质的，有胶质的，这样子年菜这样子是一道嘛，这样是有一组，如果不包含这个海鲜羹的话，我们这其他这样子一道的这个一组的年菜是今天的组合价是4500元，好，那相信会比我们一般外面在吃整桌的年菜应该说是相当的价格优惠了，那这个也是我们拜托老板提供给我们的这个。观众朋友、听众朋友的最优惠的这个价格是，那不知道听众朋友、观众朋友在现在有没有闻到从镜头前面闻到那个阵阵的香气哈？那我们先请总干事，我们先回来节目现场哦。那总干事这个推荐的这个年菜有这么多，这个就是因应了咱可能真顶下真顶家被后来很价卡困难卡。它不卡旧了，所以就是挑选的这些精选的餐厅，还有精选的中州还有旗津这边的海鲜来介绍喽。是，就阿来吼，各位想要甲总干事请教啊，除了湾仔啊吼，除了这个春节这一边吼，鱼会有推出了年菜，那其实好像长期都有这个可以做伴手礼的产品，对不？是。其实高雄是最大的远洋渔业，那它有两样产业是最大的，第一个就是秋刀鱼，另外一个是鱿鱼。那鱿鱼的话，通常就是鱿鱼干、鱿鱼丝那种干制品的这个部分，那所以一般大众比较少把它入菜啊，那当然数量比较少，那可是我们卖的最火红的就是我们的这个秋刀鱼罐头，秋刀鱼罐头。
那我们的秋刀鱼罐头又特别的精心的去调制了它的口味、嗯、所以我们有三种不同的口味，三种口味、包括有普烧秋刀鱼、嗯、还有这个麻辣的秋刀鱼、嗯、还有茄汁的秋刀鱼，对，嗯，所以有不同的口味可以选择嘛，是、啊、对不是啊，是啊，哎呀，总干事，那这个东西要在哪里我们才看得到勒？啊，在我们的官网上面哈，就是高，你打上高雄区域会就可以找到我们的官网。嗯、那我们在官网的这个产品贩售里面，目前它就是我们唯一主打的这个伴手礼。哦，伴手礼，我们从我们的哎、欸，也许我们哎镜、欸、头可以切换一下到我们这边哈。其实你哎、听众朋友可以看到，这个都很喜气，红红的，是不是也相当适合我们这过年的？其实我们当初设计的时候，就是决定，就是说，哎、欸，这个要送礼的话，就是喜气嘛，所以就以红色为主，然后又年年有余，嗯啊，那所以这样的一个这个组合哈，尤其是我们这次如果您订购的话，也可以用组合罐的部分哈，就是说，一瓶普烧，一瓶这个茄汁，一瓶麻辣，我们用这样的一个方式来做推广。那当然，你也可以单选单一的口味。那可以视个人的喜好 来决定、嗯、是，那我们先回来一下、嗯、我们刚刚看到在脸书上面有网友留言哦、嗯欸、比如说像是、欸、流口水流口水、嗯、啊，其实我也是啦、嗯哈哈欸、我先抓蛋来吃一下哈哈。那这个还有一位网友他就 留言到了说、欸嗯欸、这个年菜这么多项有没有其中一项是有辣味的口感吗？哦，年菜里面、啊、对对对，年菜里面目前看起来是没有、欸、目前看起来没有哈，因为年菜的时候通常都是合家团圆啦哈，那所以如果您真的那么喜欢辣味的话，那我非常非常建议你哈，可以在我们这个旁边哈，再订购我们的这个麻辣的那个麻辣的这个秋刀鱼罐头，我们那个秋刀鱼罐头麻的真的是非常的有味哦、喔，是哦，哎哎，只是爱配什么来吃嘞？啊，其实这样子。端吃就好了，因为我们的秋刀鱼事实上，跟厂商是有合约的，也就是说我们会用这个比较这个大尾的特上等级的这种尾这个秋刀鱼去做，所以它本身的油脂是相当的够的，然后再加上我们跟他签约的这个处方密签了哈，所以事实上我们的茄汁秋刀鱼跟我们的麻辣秋刀鱼事实上是卖得相当好的，如果喜欢辣的朋友的话，我倒是可以建议这一位哦，所以。要吃鹹的也有，然後要吃一般我们厨师正常调制出来的秘方也是有，但是那个网友有这样的问题哦，我倒是也可以去跟那老板研究一下。哎、欸，如果有人真的喜欢的话，我们是不是哪一道菜哈、啊，可以稍微让他加点味道哦？哎、嗯欸，这是谢谢这个网友的这个提供的意见，我们来研究看看。好，没问题哦。啊，其实哎，他挂钟干事特别讲到哈，咱高雄家是远洋渔业嘛，秋刀跟鱿鱼是最知名的。机会是，那秋刀鱼刚好提到说是一定要找有一定尺寸的秋刀鱼才能进来。那在制作这个秋刀鱼这个产品的发想的时候是什么样子的概念呢、啊？其实我们就是一直想要推一个高雄最早的时候有所谓的远洋三宝，就是尾鱼、鱿鱼、秋刀鱼。是，那我们一直在想。怎么样让这个最美好的这个食物能够以最美好的口味呈现给那个饕客？是，那尾鱼来说的话，因为它本身的蛋白质比较多，那所以它如果熟食的这个部分的话，通常口感上会比较偏硬。那所以基本上我们大概尾鱼的部分，我们当初就定位了超低温的生鱼片是我们主力要推的这样的一个产品。那秋刀鱼的话。那秋刀鱼它其实有分号数的，它有分特级一号、二号、三号、四号，号数越多它就越小尾。那通常三号、四号是用来做鱼饵的，那一号、二号的话就是市面上这个普遍在卖的。那特级的话，通常就是老板藏在自己家的冷冻库里面，准备要送人或者是自己吃的。那所以基本上我们挑选的啊，至少都是这个大一号的哈，二或者是一号跟二号之间的这种大尺寸的这种鱼哈，来做罐头。所以基本上在几年卖的成果是相当的好。那大家也对这个油脂跟口味都相当的能接受。那所以这是鱿鱼的部分。那秋刀鱼的部分。那鱿鱼的部分的话，我们现在就是还在思考，因为鱿鱼的话基本上通常它是都是当配菜，比如说我们在煮羹的时候，那鱿鱼就是切一点鱿鱼切去爆那个鱿鱼肉酸、那这个部分的话我们
倒是因为我这几次去日本，我发现他们把那个一整尾的鱿鱼就用现压的部分现压现烤，那这个或许哎，这个是我们未来可以想的一个方向。啊，那的机会的哎，我们是保证新鲜的啦。没啦，这鱼会这边就是不是要开一个那个贩售店？对对对，这是我们跟我们主任一直要朝向努力的目标。是是，哎呀，总干事哦，除了刚我们介绍这远洋三宝之外哦，我们脸书上面又有。听众朋友脸书上面的朋友回应啦，第一个就是说年菜可不可以再PO出来哦？ Okay. 可能是相当有兴趣哦，对我们这一组由高雄区域会所推出来的这个年菜，那再来哦，又有年友问到了那我们的年菜要如何订购嘞 ？OK， 我们听众朋友或网友们可以上到我们高雄区渔会的这个官网，那上面就有订购的这个讯息。那如果说不方便的话，也可以打电话。那我们的电话是07-841-2498，找卢小姐。我再说一次，07-841-2498，找一位卢小姐，或者是我们还有传真，您只要传真过来的话，我们都会有专人帮人来回复。那我们的传真电话是07-831-3439，07-831-3439。哇，这个就是我们在台中朋友告听到，或者是脸书上面的朋友有没有看到啊？我觉得直接上我们的渔会网站应该是最容易的啦。就打开网站，然后Google， 高雄区渔会是这样就可以看到。我前几天有看哦，一打开就是那个年菜系列了，对 ，banner 横幅都已经在上面，直接点下去了。对那现在有一个听众朋友来回应啊，说这个鱿鱼没办法算，他怪我介绍的。这样哦。其实哈，早期高雄是这个渔业非常相当兴盛的一个地方嘛哈。那早期渔业在经营的时候，说实在，因为那时候整体的这个经济环境没有那么好，那我们渔民就很努力的去出国啊，去探集哈。那当然回来的时候哈，大概都会想要这个稍微放松一下。那所以那时候哈，鱿鱼的肉酸哈，就是最有名的酒家菜，大家去了那个部分我要吃的鱿鱼。雷霸算哦，可能我们网友上面的陈先生有一样的有一样的经验哦，应该吃这道菜的经验啦。我们不是其他的经验，不要误会。对啊，而且这个鱿鱼雷霸算，说实在，它的口味也真的是相当的独特特别的，所以再来研究研究，或许老板现在跟我正在抛媚眼，他说这道菜或许也可以来打看要主打。老板在旁边点头如山，是哇，那这个年菜在网友上面有很多。可能吸引到，可能这次高雄区渔会所推出的年菜相当吸引人哦。如果有兴趣的听众朋友，或者是脸书上的朋友，都可以向我们高雄区渔会网站来洽询。好，那我可以插播一下吗？没问题。OK， 因为哈我们。初次提升，所以哈数量也不敢太多。那所以这个如果有兴趣的这个朋友们，可以赶快先上我们官网哈，然后来预定。那如果超过的话，我再想办法情商我们老板，看看能不能给我们加分数。对，我有看到在网络上丁广下工，好像在一个时限期间之前要先订，对不对？对，因为我们刚开始而已，所以不敢太有野心。但是呢，如果今天经过主持人一真这么大力的给我们推广之后，我们主任在那边笑的嘴都快合不起来了，感觉上会成绩很好这样子。行，哇，那今天真的是相当开心。那个总干事半天来啊，我知道你等下就做不赢，可不可以四处忙碌这样子，要会议要开。但是这一道这个年菜，高雄区渔会所推出的初试提升的年菜就是想要让听众朋友和网络上的朋友都可以尝到高雄，所以恩整顶加起远洋渔业还是有美味的海鲜吼。是，对啊，再回来一下我们的秋刀鱼罐头，对它好有兴趣、okay. 因为我几个就是直接吃好像口味有点重，然后我的小公阿伯我来给套泡米喝啊。没拍价呢，真的、啊、你们一开始有想到说会有这种效果吗？其实你不要用泡面，用白面条，其实我自己都是这么煮。我煮白面条的时候加这个那个秋刀鱼罐头，真的很好吃。那个它的汤头，因为有一点汤了之后呢，它就稀释了。那所以那鱼又很肥，所以我觉得这个泡白面条比那个泡面更好，因为泡面有点点咸了。我自己试的是这样子。温家挡靠鼻耶。是啊，主任总干事除了这个秋刀鱼罐头这种吃法之外，有没有其他建议呢？其实秋刀鱼的话，如果在我们那个就是。
男性朋友一般小酌喝一点的时候、嗯、我们会切一点那个葱花在上面拌、嗯、然后一点点的酱油让它有一个那个味淋的那样的味道、哦、那配小酒加好酒、哦啊、对对对，就是这个罐头给捏出来，你给它剁砍放在放在盘上点管葱花还有一点味淋、嗯、那个就配小酒的就好酒、嗯、那你说的那个煮泡面也相当的好吃、嗯、口味较重的一挂就对了啦。哇，那今天哦来到这边哦，有年节礼盒可以送，年菜可以看，可以哎、嗯欸，我们等一下再来吃好了、嗯。是是是，那真的是很难得呢、嗯。那最后想要请教总干事哦，哎、嗯、哎，那、欸、贵、欸、你啊，那海的男儿、海的男儿都怎么样过年呢？嗯、那在远洋渔港好像也不是那贵你的一定没得一档得来，虽然讲想被得来嘛。是，那借这个机会也跟我们所有的朋友，因为哈、啊，渔民在海上作业实在是相当的辛苦哈、啊。然后我们是没有三节的，那只可以说是追着鱼群在跑了哈、嗯。那所以过年的时候哈、啊，通常他们都还是在海上勤奋的工作啊，尤其是远洋的这个部分、嗯、啊，不像盐津海过年的时候还可以回来家里面休息。那所以我也在这边利用这样的一个机会，跟我们所有远洋作业的这些渔民朋友们，大家所以提早道个早年，那也祝你们渔获大好大卖，让我们不但高雄发大财，您也发大财。对，大家都发大财哦！看到这个直播的，或者是没有看到，都要发大财才 是，对不对？对， 对啊。最后一个小问题，总干事，你今年过年处理，敢是传这一道呢？我跟你讲，不是我处理传这一道，我的姐姐只要是住高雄的，我通通送她这一道。这样子的话，我就说年节不送礼了哈，那我们也不用去吃了。你们每一家每户，我就给你送。所以我的二姐、我的三姐，然后我还有我的那个四姐，我通通一人一份给他们，因为我觉得真的是秀个短袜，真的是很值得。是，就是推荐总干事平常在吃也信赖有口碑的这个餐厅，要给、欸、自己的亲朋好友都敢吃了。对，我吃过。跟大家推荐是没错哈。那节目最后要跟各位听众朋友最后再来哎、嗯欸，来呼吁一下，嗯，订购的讯息这样子。好，嗯、高雄区渔会的网址 www.kaf 高雄 Fisherman Association kaf.org.tw、嗯。然后电话的话是07-841-2498，传真的话是07-831-3439，对不起，07-831-3439。行，那就是哎、欸，我们总干事提供的哎、欸、这讯息给各位听众朋友哦。那我们最后再来看一下啊，其实吼，那脸书上面哦，好多人就说我们刚提到了嘛，嗯、那个鱿鱼雷霸蒜之后、嗯，还有我们网友非常热心哦、嗯，提供的传真先打上去给各位听众朋友参考。哎、嗯、哎。欸欸啊，他挂中冠不是贡哎，配烧酒有没有特别的酒？哦，配烧酒有没有特别的酒？那个今天老婆不在，所以不卖酒。好、啊、好，我们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这样是對對對對。那今天也相当感谢总干事来到节目当中，来陪我们一起哎、欸、过个早年，闻闻年味、年菜的味道，还有带来这一桌的好菜哦。那也谢谢总干事来到这边，我们也向我们辛苦的渔民朋友致敬喽。谢谢宜真，谢谢大家。那下次有机会再邀请总干事来到节目当中，谢谢谢谢谢谢。我们今天节目直播的节目就先到这里结束喽。好，谢谢各位听众朋友，脸书上面的朋友哦。